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。为了迎接我们7-5的最终部门挑战，我们决定再提升一下级别量。还有什么可以提升？除了等级我们暂时不升的话，其他人升我们全升。来升星，材料不够，升级我们暂时不升啊，因为我们这个东西还要挺多的啊。卡片可以升级了，看见没？我们又有经验卡牌了，给它升到30。OK， 升满，这个卡片也可以升级啊，非常 nice 啊，卡片也升满了，吉尔贝利亚的卡片也升满了。OK， 这一波提升巨大，朋友们。OK， 开始我们的冒险，7-5第7章的终结副本，击败加古拉。加古拉，朋友们，冷静，怎么样？发现什么？又有三个人在这里不停的说话啊！不看他们说话了啊！不看他们说话了啊！我们打我们的副本就行了。走啊，直接打吗？直接打加古拉吗？多少管血？朋友们，猜猜，46管血。来，我们先把我们的羁绊激活。直接一波狮子吼，一波狮子吼直接吼到了10几管子血，朋友们，这也太轻松了吧！啊，什么情况？他打我，朋友们，我让你打，你能打过我吗？来，我现在防御老高了，朋友们，来，你打我，来，你看，没有用啊，没有用，朋友们。这个加古拉在做无谓的挣扎，没有用啊，没有用，轻轻松松狮子吼。哎，他还是有点东西啊，还是不能太放松了，朋友们，还一颗血，直接一个暴击带走。哇，带走的还把他天打在天上飞。来，不看你们说话啊，不看他们说话，朋友们，马上又要升级了啊，还获得了一个卡片啊。还20个暗耀欧布碎片，我怎么感觉暗耀欧布我们都可以升星了呀？去看一下啊，暗耀欧布啊，暗耀欧布，我记得我是有的。暗耀欧布在这里啊，暗耀欧布能升星的吗？我感觉获得了很多他的卡片呀，升星，哇，真可以升星了，朋友们，还可以升老几次了。哇，横点了几次啊？强化等级8，吉尔贝利亚呢？强化等级吉尔贝利亚才2。哇，这强化等级最高的是哦，强化等级90，我的天，这诺亚奥特曼什么情况？这么强的吗？诺亚奥特曼，再给他搞一套卡片，那他不无敌了吗？好的，那么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支持我们，给我们瓜牛哥视频多点赞，下一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